来，宝正，你给你喘口气儿，过来过来。后面刚刚好了，要那个国立中山大学，然后再上完厕所再来这里拍照啊。叔叔，去上洗手间，上完再过来这边拍照。先拍这边照。但是照的效果不好。都是这么暗的，这个灯光。这样就很清楚。以前都是从海底冒上来的，你们看现在的这些岩石，这些都是珊瑚礁。哦，那是南部珊瑚礁的地形。这个都是珊瑚礁啊，大家都下去了再拍吧。以前都是在海底里面的，还有很多耶。这个都是，我下了。到珊瑚礁下去拍了景度，珊瑚的礁岩。算了，我也不拍了。不要边走边拍照片啊，看一下路啊。走路不拍照，拍照不走路啊。本身这个要有点条件，若长得圆滚滚的可以用滚。它那个是什么楼？那就八五大楼。啊，八五大楼在早期还没有1012的时候，台湾是最重楼最高，现在排第二，382。就是说，这么高。它这个港，现在是港，不是它中间两边是那个 SPA。秦奶奶。在哪里？秦奶奶。
港区它本身就会做一个规划，那是一定有的。那它是靠，它是靠港区的天然的良港，它的过深，港口过深，它没有河川的，河川的上面，所以它不需要。够难的。拍照啊。不可以泡男人吗？拍照啊。石头可以做，但是蜡像不行。找回那是一菜找。那个是我们在门口。那个我不知道。对啊，因为水稻这个是那个日常风格。两个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麻烦你给我带一个吧，睡觉。我们叫超花桂，超花桂，对，因为它绿色的，它里面那个绿绿的那个东西，就是用那个用草下去磨的，艾草下去磨的。现在还有吗？这个有，有啊，这个叫深圳都还有的卖。安菇桂，这个它有一个模子啊，有一个模子，就一个龟的形状打印下去的啊，里面包红豆沙。蛮好玩，以前打瞌睡这个，换一个包包。以前呢，这些就是我们台湾传统的那个竹鸡仔，对，发酵。